主料：面条500克，鲜肉100克，酱20克，辅料：黄瓜5克，青菜5克，盐3克，味精2克，淀粉5克，鸡精3克，料酒5克，油30克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准备好的猪肉剁碎，加上精盐、味精、淀粉、料酒拌匀待用，青菜、黄瓜洗净切丁。准备将锅内倒入油烧热，把酱肉丁、青菜、黄瓜翻炒一下，将酱倒入，酱不要太多，马上添水煮3分钟左右。起锅的时候放鸡精烧水，待水滚后把准备好的面条下锅煮好，食用时加入做好的酱汤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面条不能煮得太烂，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